OK，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，看看到底能不能燃烧起来。走。那么最近我又刷到一个非常神奇的视频，只见有一个老六把洗衣粉卷到纸巾里，然后用拖鞋用力的摩擦，最后纸巾居然燃烧了起来。这也太神奇了吧，我觉得不可能啊，钻木取火我相信，洗衣粉还能取火，这就很离谱。我打赌他的视频肯定是剪辑过的，如果这是真的，你们都可以在评论区叫我儿子。洗衣粉卫生纸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接下来咱们就实测一下。OK，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啊，看看到底能不能燃烧起来。走。哎我去，这个洗衣粉都漏了，它也没有着起来呀。刚才桌子有点晃啊，咱们重新来一遍啊。根本就不行，这纯粹是骗人的东西啊。要么就是说我买了个假的洗衣粉，既然洗衣粉不行，那如果我把这个高锰酸钾给它研成粉末，也卷到纸巾里，用拖鞋给它摩擦，是不是能燃烧起来呢？我们都知道这个高锰酸钾是非常容易燃烧的。接下来咱们试一下啊，开始啊。还是不行啊，高锰酸钾也没燃烧起来啊。我就说他的视频是骗人的吧。